多謝主席。我發言是想解釋我對於這個預算案修訂為何要刪除警務處處長曾偉雄的薪酬。我們這個警務處處長都可以說是一個鷹派，非常之強硬，而且他的道理呢就是硬道理，所有人都要聽。他的金句呢就即是自他上任以來呢非常之多，他的行徑呢往往加上他的態度呢可以說即是相當囂張。我舉些例子，在2011年3月的時候，當時發生一些遊行反對當年的財政預算案，發生了警民衝突，網上都流傳一段片，看到呢警員是向示威者沒有警告就用胡椒噴霧，我們當然這個事都剛剛發生過，亦都是向示威者揮拳。這件事報導了之後，亦都原來其中有一個男童呢在示威的現場呢被胡椒噴霧淺中。記者問這個警務處處長，問他使不使道歉，他這樣說，維護法紀需要道歉，這個是天方夜談。於是他的天方夜談論呢就開始了。在2011年8月，我們的國務院副總理當年李克強訪問香港，期間他在九龍東麗港城進行一些家庭訪問，有一個身穿平反六四的 T 恤的男士呢被人押走，期間有人阻撓記者拍攝，刻意阻擋鏡頭，後來證實這個警務人員，引起輿論譁然。曾偉雄呢在我們立法會解釋說，這個警員目睹一個黑影在旁邊閃過，那個人員就本能地反應一下，以手擋架，手就不覺意卡住在個攝影機上面，是不是刻意阻擋記者的鏡頭。於是我們就有黑影論。監警會對於這個調查，這個投訴進行調查，他的報告顯示警方妨礙採訪的指控成立。曾偉雄說呢，我不會收回這個黑影論。他那句金句就說，言論說了就是說了，所謂收回呢是不切實際的。2012年8月，當時曾偉雄被傳媒揭發他訪京三日並沒有向外公布，回港之後記者問他，他說過往慣例的官式外訪不需要對外公布，只要達到實質效果或者實質成果之後呢才發新聞稿。厲害，我們一個這麼高級的由中央要同意委任的一個官員訪京是不需要公布的。其後他被傳媒揭發呢，警方呢引入這個聲波炮，他呢就說聲波炮呢就不是用來針對示威者的武器，是一個擴音配備，不會帶來傷害。傳媒呢就翻查記錄，證明在國際上都認為聲波炮是帶攻擊性的武器，甚至可以令人失聰。曾偉雄怎麼說呢？聲波炮呢是民間的錯誤理解，它不是武器，而是一個擴音系統。2013年5月，當時一位佔中的秘書長義工，秘書處義工陳玉峰透露他被警方拘捕，咁網民就質疑呢個係咪政治打壓。記者追問曾偉雄點講呢，都唔知邊個係佔中嘅所謂義工，拘捕陳玉峰同佔領中環有關純粹臆測，冇任何根據。佢又話警方喺
2012年1月已經通緝陳玉峰，不過選擇低調行事，他是因為不想去他辦公地點拘捕他，以免影響他其他同事。低度通緝論又一個新的即是荒謬的理論。當然其後陳玉峰都反駁他，在這段期間他所謂低調通緝之後呢，陳玉峰本人做過一個梁振英的採訪，他亦都多次出入境，沒有受到阻攔，警方竟然沒有對他有任何拘捕，就反而要去他屋企拘捕他。2013年5月當時有一個示威行動，有個女示威者向特首示威的期間呢，被男性的警員紅袍粗暴對待，當時市民都很多的批評。曾偉雄呢就回應，就說呢當時場面比較混亂，所以呢難免對異性的身體有接觸。2014年3月中西區的區議會公民教育工作小組審議這個25萬的撥款，即是講推廣基本法的工作，當時的小組主席李志恒禁止記者旁聽和攝錄，亦都下令要閉門會議。當時不同意這個安排的民主黨的議員許智峰竟然被報警，然後就警員來到要抬走他。我想這件事亦都很多人的批評。傳媒問曾偉雄，曾偉雄的講法呢就說警方是依法履行職責，他們是為了確保社會安寧。記者追問什麼叫社會安寧呢，曾偉雄就說如果有人不清楚何謂社會安寧，自己可以回去跟法律顧問講講。2014年3月當時發生了明報的前總編輯劉俊圖被斬，事件發展了一段時間，曾偉雄多次在向傳媒公佈的時候不斷說這件案呢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和劉俊圖在新聞工作度有關。劉俊圖的太太陳碧君亦都講得很清楚，她說從我們的家庭角度，我們沒有任何的財政問題，沒有圖色問題，亦都沒有私人恩怨，所以我們深信是和新聞工作有關。曾偉雄怎麼說，她說這件案的動機呢，我們現在不會排除任何的可能性，但是到現階段根據我們手上的掌握的資料，沒有直接證據顯示與新聞工作有關係。這個即是什麼意思呢？那是不是即是說當事人有其他的圖色啊、財政啊或者私人恩怨呢？他有什麼條件，既然他說沒有任何證據去排除任何東西，為什麼他又這麼肯定說跟新聞工作無關？主席，我講了這麼多這位曾偉雄的謬論，不斷是去維護他們自己執法出現了的問題，甚至去到描述一些的情景呢，是要刻意將一些爭議或者我們市民關注的，例如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將它淡化。一個這樣的警務處處長，他作為我們執法之首，他應該維護我們香港市民的基本的自由、基本的安全，但是一而再、再而三，他是不但只不為他們警方做出來打壓市民，或者是一些連監警會都認為是妨礙採訪、妨礙新聞自由的一些行為，
去辯駁，不願意收回自己一些很明顯是過火的言論。即是一個這樣的警務處處長，我絕對認為他失職，不但只失職，他這種這樣的言論甚至對警隊都帶來負面的影響。我相信我們的警隊是盡忠職守的，我相信我們絕大絕大部分的警務人員是以維護香港的治安、香港市民的安全為己任。但是當我們有這個這樣的處長，只是懂得花言巧語，只是懂得用強硬的態度去面對市民、面對傳媒，當記者代表市民去詢問他有關他這些行為或者是警隊的行為，他就用這些這樣的言論一手推搪。主席，很簡單，我認為他不應該繼續做我們的警務處處長，所以我作出這個修訂，就要求我們的預算案將他的薪酬全面刪除。多謝主席。